早上好，我们又要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美好的一天了。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，请完全的放松你自己，并且让我们和内在的能量进行连接。首先，让我们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坐姿，请尽量的把你的脊椎挺直，把你的胸腔尽量的打开，让你的双手自然的垂放在大腿上，掌心向上，保持手肘放松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闭上你的眼睛。同时，你开始去观察你的呼吸。现在，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，深深的吸气。缓缓的吐气，让我们全然的敞开自己，来迎接这美好的一天。感恩地球母亲的滋养，感恩日月星辰，感恩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呼吸，同时也感恩我们可以在这里全然的去感受。继续深呼吸，深深的吸气，缓缓的吐气。每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想象自己吸入了爱、平静、喜悦、慈悲，以及一切美好的你需要的能量。仔细的去感受每一次呼吸，感受它如何的支持并滋养你的身体，你的生命。每一次呼气的时候，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去感恩，感恩此时此刻你可以处于此地，感恩你可以与内在的能量重新进行连接。那是一份充满了爱、充满了喜悦、也充满了平静的美好能量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缓缓的吐气，吐干净。现在请允许自己进入更深层的冥想状态，去感受你的身体，同时对你所有的起心动念保持觉知与中立。或许此刻你的脑海中有很多的念头，不要紧张，不用担心，这一切都非常的正常。你要做的只是去观察这些念头，不加评判的，保持中立的观察着它们。你看着它们出现，又看着它们离开，始终让自己
处在当下。让我们继续深呼吸，深深的吸气，缓缓的吐气。希望这一天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也希望这一天会为你带来新的机会以及更多的平静。现在吸气，你正在吸入一股全新的能量，正能量环绕着你，也随着你的呼吸流遍你的全身。吸气，吐气，去感受这股能量，感受这一呼一吸，感受当下。在这样一个全然处在当下，并且充满了祝福的状态中，让我们一起来说一段肯定语句，为我们在新的一天引入更多积极正面的能量，也让我们可以更加轻松地去显化、去创造、去拓展。请在你的心中跟着我重复这段肯定语句。今天是美好的、充满希望的一天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在我需要出现的地方。我全然地向宇宙敞开自己。我全然地相信宇宙。今天是美好的、充满希望的一天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在我需要出现的地方。我全然地向宇宙敞开自己。我全然地相信宇宙。接下来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在心中不断重复这段肯定语句。你也可以只是在脑海中出现焦虑、担心的思绪时，用这个肯定语句把自己拉回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只是保持静默，去享受这片刻的宁静，以及与内在真实自我的连接。今天是美好的、充满希望的一天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在我需要出现的地方。我全然地向宇宙敞开自己。我全然地相信宇宙。现在，让我们慢慢地回归到我们的呼吸上。
慢慢地回到我们的身体当中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地吐气，感受你的身体，感受你的爱，感受你的灵在，感受在你的体内震动的能量，这是一股多么美好的能量啊！告诉自己，无论今天会如何展开，这股美好的能量都将伴随你，并支持着你。现在，我们要准备结束今天的静心冥想了。请动一动你的手指，动一动你的脚趾，甚至动一动你的头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慢慢睁开你的眼睛。欢迎回到这个丰盛、喜乐、充满爱的世界。让我们开始这美好的一天。